夫人，兄弟我此番只为劫财，不为劫色。同床，但不入身。有枪在此，若是兄弟我有冒犯夫人的举动，你可以随时干掉我。若是夫人有任何要求，兄弟我也绝不推辞。睡觉。一日夫妻，百日恩呐。反正呢，我就想当县长夫人。谁是县长，我无所谓。兄弟，别客气嘛。客气吗？客气啊。这还算客气？你太客气了。怎么才能不客气？晚了，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，也就是他妈的西历2010年了。咱们来错地方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百姓成穷鬼了，没油水可榨了。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。不刮穷鬼的钱，你收谁的呀？谁有钱挣谁的。当过县长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，拉拢豪绅交税捐款，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。得钱之后，豪绅的钱如数奉还，百姓的钱三七分成。怎么才七成啊？七成是人家的，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。谁的脸色？他。他？我大老远的来一趟，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。对。我好不容易截了趟火车，当了县长。对。我还得拉拢豪绅。对。还得巧立名目。对。还得看他妈的脸色。对。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。就这，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。